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ゆずです。中国文化にハマってしまった日本人の一人です。我终于买了这个。那我一直想买这个，真的。我第一次来中国留学的时候看到这个，然后就很想买这个。这个，めっちゃ可愛いんだよこれ。这样的声音。見て、待って、めっちゃ可愛い。广场舞阿姨。广场舞，你看这个阿姨的表情，绝了。哦，这个也是挺好看的，这个。所以我想这些中国相关的书要带回去。有点太喜欢中国了。虽然我哪一个？这个吧，这个好看的，我也觉得很好看。这个武当山买的那种鞋垫，那一个不见了，而且很难受的是，每次这个成功掉下来，所以我感觉有点不吉祥，不吉利。ご覧の通り、こんなに中国文化が大好きな私ですが。最近中国を離れる決意をしました。中国生活6年目に私がここを離れる理由は一体何なのか。どうぞ今回のウォージューをご覧ください。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子どもの頃に中国楽器の二胡を習っていた私、中国人の先生の影響を受け、中国に興味を持ち始め。6年前、南京留学を決意。大学院卒業後は翻訳担当として和の夢に入社した私でしたが、ある日突然。要不要做我助的主持人？可以啊。可以吗？我想去去外面。是吗？也想见很多人。那以后拜托你了。那我努力。このようにして、私は我助の MC に。没有吧，但感觉什么想法都没有的感觉。真的来到中国已经很开心，很开心。就感觉每一天过得就很充实到没有考虑以后做什么。この日、私は母校の南京大学へ。可以帮我拍一下那个跟南大一起的照片，但我怎么样站在哪边比较好？我想要南京我大学的感觉。帮你弄一个南京你大学。南京我大学，怎么样比较好？南京我大学，耶，挺好的。啊，老师好。啊，老师，谢谢，好久不见。啊，谢谢老师，我真的好久不见。你们说中文呀？我以为你们说日语。精简日语多。他以前是说日语，后来中文好了就。刚来的时候，我中文真的很差。啊，谢谢。この日、ずっとやりたかったあることを叶えに行くことに。我想这个东西，算捐给学校的图书馆。哦，捐给学校的。这样子的话，可能老师也可以看，然后以后的学妹学弟也可以看。我最后写论文研究的是这位那个菊内豪，研究鲁迅的一个日本人。他的那个论文写得非常好。哦，是吗？没有，但我拖延症很严重。对，经过了一些曲折。对，最终还是结果非常好。老师知道的。老师算拖延症。我拖延症很严重。我批评他。对。所以你的论文写的内容是什么？就什么主题？我那个主题是什么？忘了什么名字，就是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我的题目。实际上呢，这个竹内豪他是希望通过这个鲁迅来向日本就是提倡一个主体性啊，就是说日本的话，这个欧化，日本的西化就是全盘欧化，全盘西化，这个他批判的，然后他是借助鲁迅来批判的这个，我觉得。哇，老师好，哇，
有点感动，不好意思，我个人都已经脑子里，我有一点点对局内好友，就是公民或者有点像的感觉，就是可能我选来中国的日语系的原因，本身是一种对日本人的中国观有一点点的怀疑，所以虽然这个东西是我是日语研究的日语系的，但是可能在中国才能写出来的。你对中国的了解的话肯定比出来好要深入，有比这个有点多也不一定。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你拍了多少，你自己出镜了多少集啊？我一共拍了25个人，可能接近30集。说通过竹内好的话，你实际上形成了你自己的一个对中国的一个认识，是什么理论上的，然后你工作的有那么多实践，接触到各个地方的，是吧？然后各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职业，各种背景不同的人，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你的一个叫什么来着？你的一个财富。恩師と話す時間の中で、この6年間を振り返っていました。コロナ禍の影響で、私はすでに3年近く日本に帰っていません。中国を離れる前に、家族と電話で話すことに。はい。はい、お母さん。あ、お父さん。今日で仕事辞めたよ、辞めたよ。ありがとう。今は別に悲しいとかよりはなんかすっきり、すっきりはダメだけど、初めてゆずちゃんがなんか司会者やるときになんかそう聞いてどう思いましたか？最初は心配だったけど、でもゆずの姿を見れて嬉しいのが一番。司会者 MC としてはなんか絶対何かなんかいいこともあるし、悪いコメントもあ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を見てなんかどう思いますか？見たことある？悪いコメント。ゆずから、中国コメントでなんとかこんとかって言われたみたいな、なんか進撃の顔してた。そう。就是可能这边长吧。有人说柚子像那个车型巨人。あとこれ、这个。ひどくない？ひどくない？気持ちはわかるよ。而且这个角度有点像，有点胖。对，気持ちはわかるけど。ひどいよね。你别找这个角度好不好？我也不能说，我不像，也不能说，就是啊，确实像。だけどひどいよね。しょうがない。しょうがない。しょうがない。爸爸说しょうがない。爸爸是就いろんな意見の人がいるから。どう？竹内涼さんに対してどう思ってますか？あってお食事とかした時は、日本人らしくない人、だからすごいいいなって、すごい人だなって思ったんだけど、やっぱゆずからの日々の口とかを聞いたりとか、あと前のTwitterとかの、日本人から反感買えそうな行動とかがいっぱい多かったりすると、私は一応日本人なので日本人目線でちょっとこの人ないなって思っちゃう。7月1日、今日は私が和の夢で働く最後の一日。ん？ザ。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はい。辛苦了，这么热。上班最后一天心情如何？没有，一开始我有点担心最后一天，有一种那个什么啊，今天最后一天，好像还好。嗨。就上班。好嘞。对，你看已经开始空了，我已经差不多清理了，已经东西差不多了。最后的话，就是删掉电脑里的一些数据啊什么的。哎，所以你到底除了主持人以外做什么工作呀？就是海外的，就是社交媒体运营。すべての引き継ぎを終えた後、海外宣伝担当として最後のツイートを作成。和の夢を。退職します。拜拜。拜拜。哇，应该是最后一条吧？何志梦的Twitter。
哇，曾经我写何之梦、何范、速食物语，还有有时候菊内亮的那个推特要操作，四个推特一起操作。哎，以后不用管了，太好了。不小心说出来了。理由は不明ですが、このツイートの後、急にフォロワーが増えました。哎，这个是你的离职证明。哦，好的。对，现在心情是什么样？离职的感觉。哦，有点离职的感觉。那就现在才有感觉。哦，是吗？挺好的，在工作期间五不良表现，工作表现良好。虽然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很高兴，很奇怪。所以平时是有不良表现？没有啊，应该我他还好吧。哇，仕事が終わった後、上の会議室に呼ばれた私、なぜわざわざ会議室にと不思議に思っていましたが。まさかここまでやってくれ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其实呢，我们还有给柚子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东西。乖的吗？好，乖的。ちょっと待って、何？你对咱们公司最好奇的人啊 ？OK。最有兴趣的人是？是换我那个。天，我们拍的是《何之梦》24个小时。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柚子。大家好久不见，我是柚子。什么事情？你不觉得费里太可怕了吗？而且要在全公司的人面前。对呀、啊，你看这个画面多可怕！毛老师带着这个东西站在星巴克门口，碰碰运气。那觉得你们这些人，嗯，好丑，丑。ゆずさん、好久不见。お久しぶりです。で、私がゆずちゃんと知り合ったのは1年前に取材で上海に来てくれた時だったかと思います。で、取材の中でとにかく印象的だったのはゆずちゃんの人となりの魅力ですよね。だからこそ主人公の方の心を開いたり、一緒に働くスタッフの人にも愛されたり、日本にいるからこそできる、中国と日本をつなぐ方法あると思うので、絶対に何かしら中国に関わって生きていってほしいなと思ってます。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我住在这里的理由。これは中国版サイン帳、学生たちが卒業時にクラスメートに書いて送るものだそう。我有很多很多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觉得这两张纸应该是说不完的。我这么多，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机会可以一起说，好吗？我也不想哭。这个你留着自己看。谢谢。啊，好可怕！飞机真的好可怕。谢谢。这个是仙剑拍 Masato 的时候，刚好那边的员工他看到名单里有我的名字，然后特意给我准备这个信。我拍摄中第一次遇到了这种我的粉丝，好兴奋啊！就很少很多人知道我们的平台啊，或者菊内亮，但是他就特意看到，就是特意给我的感觉，就嗯，人生第一次嘛，就很开心。哎，我跟他那个拍照了，所以能吗？对，而且我说的能不能跟我拍照，因为我真的第一次，所以我很开心，而且真的很可爱的。你离开南京的理由是什么？哇，一个是就跟前几天电视剧聊过，就感觉工作上我需要一个突破，然后可能这个地方我不够热情，他
坦白说，就不过是景色，我想探索自己可以以更有的热情去努力的东西，我想探索也是一个。所以因为极简是我在日本有点多多少少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以为这个东西来中国就可以解决，但后来发现这个不是地方给我解决的，还是改变自己才有解决。那我想试一试现在的我回日本能不能自己做出这个环境，因为我之前觉得我做的没那么好，就还是一直不自信吧，然后就一直有那种局内量代替的感觉。但是就是理解才知道啊，很多人一直支持我，一直看着我，然后也有些人認めてくれてた，就是被承认吗？我不知道哎。所以好像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有点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但真的很感谢，就你们的声音，感觉我可以很自信的去下一个阶段，对，所以真的很感谢。对，肖邦的中文叫什么？离别之歌。对，然后我很想这个曲子要练好，然后作为就自己的纪念嘛。我其实故意这一段时间是一直听同一个音乐，因为这样子的话，以后听这个音乐的话会想起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应该不是听，就是自己练，这样子可能以后有意义。我们找到。一开始就错。来，一试。立兹。嘿。着席。好呀，好呀。お願いします。有没有想跟我说话不说的？不用，我要改的点。你要改的点，趁着这个机会就不哎呦我的天，终于来了。多少寸？すごい大きくなったね。1米7多点吧。1米7多，够高的。我想吐槽的是一盘西红柿要350块钱，所以日本还是贵的。你看日本，它这个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膜，就防止叫什么？现在每个桌子上面都有一个酒精消毒液。